我是原配，你是外婆，你赶紧买船票，回去你的外婆的澎湖湾。外婆的澎湖湾，我要把我的一切全部拢退回来。我来跟少峰探班呢、啊，你敢无跟你讲？你这个小杂毛贱女人！好啊啦！你今麦来为伊？你卖闹好不？我今麦足烦，头壳足痛，你敢看袂出来？你敢看袂出来？我对你做什么诶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少峰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做了真好，安尼伊就袂乱啦。我要把我的一切全部拢退回来。刚才我反应紧。你是开小酒驾？等来我的身躯边，你的婚姻早晚会破碎啊！雪莉，雪莉叫我，真正是你，你是气象，安尼死人诶！你真是笑诶！那是刚看到少峰，你要准备担心啊！你是谁啊？好崩溃啊！叶兰啊！张嘉怡，今天没见小杂货，我搞到少峰这边，完全不会这么定位。今天给他看成本，我快没阿公少峰，你哪能讲哎？少峰根本都不爱你，你要相信。我昨天让你滚，我昨天让你滚！你看你这样哎，你不是高学历的大记者，为着一个渣男，你找他去到位去啊？你看安尼，还不够了解家己的下场？我可劝你赶紧回头，啊，若无你会比我更加凄惨，因为叶少芬连一张结婚证书都不愿意给你。对不起你，都不放下去我。你害的，我来给你毁掉，我来给你毁掉，我来给你毁掉。队长，党都党情，不是解决代志。你想你卖我卖你难受。
心肝俩瘫痪，你甲叶少峰拢一无所有。我倒来嘛拢知影，你刚才你到底要创啥？我袂爱你的命，好啊，提起你就提啊，啊不管你刚走会去，我免走，只要你死，我会当直接留伫阳间。你莫讲啊！我一个大门大户的私生女，拢让伊讲我遐尼歹听，你太人放火，伊敢让你阳间门？我跟你讲过几落届啊！你莫使啦，我甲少峰的感情，伊对你根本就无感情，伊伤害是伊家己。伊若真正爱你，就算天崩来，伊嘛会娶你。伊之前无娶你，今嘛无娶你，以后会叫你吃家己。你还想会通？放下屠刀，别做外婆。你警察叫。